是明信片贩卖机。你敲这油桶干什么？一直笑啊！啊？洗什么？啊，没有。对不对？知道是不是？这个是吉米的明信片。对，比较贵啊。它里面已经有含油脂了。那就买一张这个好了。然后还有，它上面就是有吉米的图案，对不对？嗯。很棒的经典图案哦。那你选，先想一下选哪一个。而且它有含数位音乐明信片呢。怎么可能？数位音乐卡。资源卡，内部多首数位音乐 MP3 值得珍藏。这个不好。不好。我们要看到的是。吉米的风格。对对对对对。吉米风格的。懂吗？吉米风格的。明信片啊，这个是在宜兰的火车站前面的一个贩卖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开始投币吧。投十二个，先投钱，投钱再选。现在要投几块钱？35。好，投进去啊。好，再投一次。钱掉了。好，没有了。好，选十二，一个一，一个二。好，决定。哦，掉下来了。你再找五元，找五元。好，我们先按着这个，也要再下来一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找五元就好。我们来写东西。好，你选择的图案是什么？来，我看一下。来 ，Andy， 秀一下你选择的图案。哇，是公车站的图案呢。这可是最经典的图案了。好，我们来写一张。寄给谁呢？寄给谁？你说。嗨，凯莉。耶，我买了明信片要寄给梁恩琪。好。那开始写了。哇，这连国外都可以寄呢！真的？对啊。真的。以后你有国外的朋友，也可以在这里把它寄到美国去哦。可以把投进去了。对。国外也能寄哦。有高铁他们明天的。啊，对了，来 ，Andy， 你留言一下，有国外的朋友吗？你告诉我地址，我就寄给你。我看一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妈咪要给 Andy 量的，是不是？祝你学业进步，身体健康。哇，凯莉的字怎么这么丑啊？那我们投进去喽。来，投进去，再寄给我。对呀。寄给你啊，再画个图。啊，画个101好了。明信片放到信箱里面去咯。好，要放进油桶咯。投进去咯。哎，放进去，好，放进去，那就会寄到家里的哦。明天就收到了。啊，明天就收到了，看，放进去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它是已经有油脂了。OK。